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圆上的一点啊，三互一哈，过圆上一点呢，求这个圆的它的切线，那就带公式嘛，就一半一半。我带进去的话呢，这个切线哈，就是三 x 加上呢负一 y， 啊减掉多少呢？四乘以多少？二分之哦，一半一半，就是三加 x， 啊减掉十，乘以二分之负一加 y， 啊减八等于零。好，那给它整理一下，二得十，二五得十。好 ，x 的部分有多少呢？三 x 嘛。那这里是多少？减掉2 x， 所以是 x。啊，加多少呢？这里有负 y， 好，负一嘛，负 y。那这里多少？负5 y， 好，减5嘛，就减6 y 啊。好，减6 y。好，那常数的部分哈，这里有一个负6嘛，负6 ，23得6。这里的话有一个负负得正。所以是加5、啊、然后呢减8，所以是等于多少？等于负9，负9，所以呢是减9等于0。